是医生啊。他今天状况非常好。真的。好。肚子这一块哈，有那个，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皮屑，还是要再擦一下。像这个附近走，这个还比较有皮屑的地方。哦，你要说你尿尿的你呢？好的。太棒了啦，你是一只猫咪了。棒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宝的错。很棒。啊，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要生气，你要生气。很棒，很棒。猜一猜。好。哦，你越尿越多呢。谢哈，宝宝先尿啦，可以尿，可以尿。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来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好好好。主要是这一面嘛，对对对，看看而已，看看啊。你先确认一下，他真的是阿金哈。好，啊，像这个周围这个都还要持续擦，然后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脱皮。好啊，等到它皮脱干净的，就像中间这个脱干净，就开始长毛了。要有一点点耐心，不过看起来是有比较好一点的。嗯，中间有在长。那你今天愿不愿意让我们看一下嘴巴？看一下嘴巴好不好？他很乖，他变得好乖，对不对？真的很乖，哎呦，看一下哦，这样子哦。来看一下嘴巴。嗯，哇，哎，好像完全那个没有。嘴巴好很多呢。对啊，对啊。肌肉已经好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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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，哦，就看一下而已。不然你再瞄一下，你再瞄一下。可能头它往下压，你才可以把它张开嘴巴，对不对？可以帮你那个，因为它现在真的很乖。我们看一下哈，医生看一下。头套帮你拿掉，头套帮你拿掉。看一下。别让它紧张，头套帮你拿掉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棒啊！哦，在这边看一下。哦，好乖哟嘞，它的嘴巴真的好很多了呢。哇。乖哟。有了，还是上面有一点，这边臼齿后面还是有一点点红。整体来说跟当初比起来真的进步很多。